火。少女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。婆婆，我先回去了。老板，这件多少钱？这件现在是88块钱。88呀、嗯？那这件呢？这件68。有没有质量更好一点的？有啊，哎、你要质量好的，这边是那个棉麻的，现在卖199。这么贵呀、啊？能不能便宜一点？这个质量相当好的，原价都要399的，那现在呀，就一口价好吧，168，给你。行，那你给我包起来吧。好，行。行，谢谢啊，老板，钱转过去啊。好。老板，你好，你这边有这种鞋子吗？你那个鞋好土气，现在就这样洋气的鞋买。我婆婆呀，不喜欢这种洋气的，她就喜欢这种。那就没有，你去那个30公里外的丰城大市场有。行，谢谢老板，生意兴隆。不用谢。老板，有红糖卖吗？我这里有两种红糖，一种普通红糖3块钱的，还有一种老姜红糖22块钱。好，那就帮我拿这种22的吧。米亮，你去某店煮啥？煮了，你都煮了，我嫌你煮得饱。你要管两个鸡蛋，你进门进去都放几锅的哟，不然一耳光都关不起来，好难过嘞。好哦，先不电话了，先回去弄饭了。儿媳妇，儿媳妇，人呢？一天到晚不着家，又不知道去哪玩了。老板，你这边有这种鞋子吗？没有哎。没有啊。哎，那边去看一下吧，那边有。那边是不？对，那边有。行，谢谢啊。美女，你这里有没有这种鞋子啊？有，这里。这种啊？这是多少码的？36的。36码的呀？行，多少钱？10块钱。行，那给我包起来。好的。